诸位同学，大家好。云谷禅师接着说：“至修身一世之，乃积德齐天之事。越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越世，则业好，机遇。”一毫将银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这一段话是讲到修身。孟子所说修身一世之这一句话，是说自己要时时刻刻修养德行啊，乃至于积德齐天之事。修是修正的意思，这是说于存养功夫。所以说身有过失，有恶的行为，必须要把它永远断掉。四是等待，所谓是水到渠成啊。这里面最忌讳的是不可以有一丝毫侥幸的心。非分之想，也不能让心里面的念头乱起乱动啊！这个僵营就是念头的起灭，都要把它断绝，是戒当斩绝。这是真正的功夫。果然到这个地位，那就完全恢复了性德了。这个境界在佛门里面讲，这是大菩萨的境界，这便是实学，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孟子说得很好啊，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放心是什么呢？就是妄想杂念分别执着。什么是真正学问呢？能够把这些东西断掉啊，这是真正的学问啊，这是完全能够恢复到自信，恢复到本心。自信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啊，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是有求必应、有求必得的真实的原理。原理真实，那我们一定的要有信心呐，真正肯以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哪有求不到的啊？事出世间法，无疑求不得的。下文又说
如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计无数，不令颠倒，持得成熟，与持中不持，与不持中持，念到念头不动啊，则灵验矣啊。这个道理，诚则灵矣，诚则明矣啊。我们是凡夫，凡夫啊，没有能做到无心的，就是无念的。凡夫都有念的，如何把这个念头控制住？如何把这个念头啊消灭掉？那就要用方法了。那么云谷禅师教了凡是用持咒的方法。有人读了这本书，听了我讲的这些话，回过头来问我说，法师啊，我们要不要念准提咒啊？还是继续念阿弥陀佛啊？那么问这个话的人啊还不少啊。由此可知，这个学习不善用心啊，你也没有听懂意思。前面不是跟你讲过吗？画符、参禅、念咒、念佛，异曲同工啊。方法手段不一样啊，是目的原理完全相同。他念准提咒，我们念阿弥陀佛。但是底下这几句话要记住，这是共通的原则，无计无数。那么这要看什么样的人啊？中上根性的人用这个方法行，中下根性的人最好是计数啊。所以我们用这个念珠，念珠计数啊，一天一定要计多少数啊？这个样子呢，能够把妄念的消除啊，功夫啊能够做到精进而不懈怠，这是初步功夫啊。诸位要记住，用上几年之后，妄念少了，心底逐渐清净了，那你就不要计数了。为什么呢？计数还是分心啊，这是在初学时候啊不得已的一个方法啊。计数一天一定啊要念几万声佛号啊，念五万声，念十万声啊，这个是初步功夫，功夫纯熟不计数啊，就是不分这个心了，佛号一句一句接着念下去，无计无数啊。这个样子你的心念念在佛号里头，妄念自然就不生了。所以念佛的功夫贵在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功夫成熟的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这就是念跟不念合成一了啊，念跟不念是一，不是二了，你就入了不二法门了，你的功夫就念到家了啊。所以我们用念佛念咒都是一样，功夫有很多层次啊，自己一定要想的。我们今天决定要用计数啊，计数是最低的功夫，从计数提升到无计无数，再提升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啊，那是第三个境界啊。诸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灵验呢，你自己会得到啊。灵验的原理，诚则灵啊，这个灵是讲感应；诚则明，明是讲智慧现前。
云谷禅师教导他的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面呢，那就是讲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先生他的修持的经历了，如何将大师这一番开示完全落实在自己的思想行为，这真功夫值得我们学习。与粗号学海我们从他的这个号也能够看出了凡之为人他喜欢读书好学但是习气很重，学海这个口气很大了很明显的我们能够觉察得出功高过慢他确实是这样的人。那么从这一天起就是接受云谷禅师教诲之后，他就改号了凡他把他的号改了不用学海两个字了改作了凡。了是明了了脱，凡是凡夫该悟立命之说而不愚落凡夫可救也今天明白了，知道命运可以改造术是可以能够突破的，不愿意再做凡夫了一心要想超越了，所以把这个号改成了凡。从此之后终日静静辩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由湛尽体力景象，在暗室漏无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悔我自能怡然容受。这个是修持功夫才得力的现象我们自己要常常勘验自己要认真反省，我今天这一天有没有空过？如果自己功夫不得力，这一天空过了。古时候谚语常讲光阴非常宝贵寸金难买寸光阴光阴一去不复回真正成功的人，无论是事法是佛法，没有不爱惜光阴，没有不珍惜光阴的，天天求精进一天都不能够空过，这种人决定有成就所以了凡从这个时候才算是认真用功了每一天呢依照功过格做反省的功夫所以每一天战战兢兢于是觉得了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呢，每一天过日子是悠悠放任过去了，没有留意到现在感觉到自己有战战兢兢的功夫有一点这个不同的气象时时刻刻能提醒自己，唯恐自己起恶念，说错话，说错事，造错事，做错事情他有这个警惕的念头了常常恐得罪天地鬼神这些跟我们
生活在不同维次的空间。高维次的能够看到低维次，低维次的见不到高维次。就像我们，你比如我们看到蚂蚁，小的爬虫，他们生活的空间是两度空间，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我们了解他，他不了解我们。那么同样道理，生活在四度空间、五度空间，我们今天讲的天地鬼神呐、所以有人问我，天地鬼神真有吗？我也不跟他讲真有假有，我跟他讲，因为他们现在学科学，他相信科学，科学家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就是中国古人佛经里面讲的天地鬼神。他生活的这个空间维次比我们高，他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们，所以真的有啊，不是假的有啊。这些人只要我们心地真诚清净，我们也能突破空间的界限，跟他往来，跟他沟通啊，不是做不到啊。我们要跟三度空间我们在三度空间跟四度空间、五度空间打交道往来，不是难事。更高维次空间呢，那就不容易了。正如同我们是一个平民百姓，我们跟一个乡长、里长打交道很容易啊，常常见面嘛。如果我们跟部长、跟总统打交道就难了，为什么？他太高了，我们不容易见到他。跟这个道理一样啊。所以，四度、五度空间跟我们近，就好像我们的乡长、领长一样。容易接近那么像天神天神还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个高了，我们跟他往来就不容易了，那要更深的定功普通的这个定功是做不到的经上常讲甚深禅定那么在如来果地上确确实实达到一念不生，清净到极处了，于是无量无边的空间维次全部都突破了，所以他的生活空间就大了，太大了，虚空法界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这句话是实话，绝不是赞叹，绝不是夸大的实实在在的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有这个能力，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佛说通通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这个能力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你现在有障碍。什么障碍呢？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障碍你自己。你只要能把这些东西放下，你的智慧现前，你的能力现前也就是你有能力突破各种不同维次空间天地鬼神你都跟他往来，都跟他见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能力心还是动乱的没有能力突破，但是要知道天地鬼神看得到我们我们齐心动念，要想到他们在我们的身边，于是恶念自然不敢起来恶的行为自然会舍弃了达到断恶修善、改过自新的效果下面举例子，遇到有人呢憎恨我、讨厌我，有人呢回谤我，在从前
了凡先生遇到是绝不甘心饶过人的，他决定有报复。现在呢，他懂得了不报复，心平了，能够依然容受啊，这个心量慢慢脱开了，可以包容啊。这个是修持功夫得力。到明年啊，诸位要记住哈，他是35岁遇到云谷禅师的，那明年就是36岁了。啊，到明年礼部考科举。啊，科举是考举人。啊，这个还不是举人，这是考试，礼部的考试。孔先生算该第三，他参加这次考试，孔先生给他算命了，他应该考到第三名，或考第一，这就是他修持功夫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考了第一名，其言不厌了，孔先生给他算命了，头一次不应验了，而秋为重视矣。这是同一年秋天，这是去考举人，他中了举人。那么举人中举，他命里没有的。命里都没有的。这个是命改造命运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应验。注意记住，一年呢，大反改过自新呢，总是开头那个心呢勇猛啊。我们佛门也常讲嘛，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就没有了。这是人的通病呢。了凡先生第一年呢，可以说是很勇猛精进，以后也退步了。所以虽然退步，他的警觉心常常提醒，还是很努力，进步得很缓慢，不如头一年。头一年进步快速，往后进步缓慢。那么这后面他有反省，这是他难得的地方。然行意未纯呢，得到自己反省的，我断恶修善呢，做得不纯，夹杂太多了，洁身堕物啊，检讨自己的行为，过误很多啊，或见善而行之不勇。知道是应当要认真努力去做的，可是做得不够，没有尽心，或救人而心肠自疑，或身勉为善而口有过言，或行时操持而最后放逸，以功折过，日常虚度啊。这是他自己的反省，说早年修行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正常的，每一个修行人都必须经历的，不要灰心，不要害怕，不可以退转，缓慢当中也要求进步就好，总是在进。进得不多，只要进就好。诸位要晓得，不进则退也，那就可怕了。不可以说我今天没有进步，但是也没有退步，实际上你已经退了。自己四岁发愿，即四是35岁，就是遇到云谷大师之后，他就发愿断恶修善，直到乙卯
所以历十余年而三千善寺十万，发愿做三千桩善事，整整十年啊，就35到45啊，三千桩善事才完成。由此可知三千善事是多么难行啊，但是他天天是在做啊，十年3600天，平均算起来他一天还做不到一桩善事啊，好在他天天在做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希望我们呢能够比他更勇猛啊，至少啊一天做一桩善事，能够做2-3桩呢那就更好了啊，天天不要间断，那我们的效果决定超过廖凡先生。下面他接着说，时方从离间庵入观，未及回向，根深难还，实情性空慧空主上人，就东他禅堂回向，随其求子愿，亦许行3000善事。心思深难天启啊，那么这是叙述啊，他前面的3000桩善事求功名啊，他考取了这个巨人应验，但是用了10年时间。那么接着呢再许愿行3000桩善事求儿子啊，很难得啊，他是46岁的时候，根尘是46岁啊，回来之后请性空慧空啊这些出家的法师啊，在这个东塔禅堂回向啊，10年把3000桩善事啊做成功了啊。回向之后啊，他又求生子的这个愿望，也许行3000桩善事啊，这个效验也很快。到第2年，新寺是第2年。了凡先生47岁生第一个儿子啊，天启啊，于心一事虽以必记，如某不能书，每行一事这用鹅毛管应以诸圈于烈日之上啊，因为断卧修善呢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信心就增长了，行善呢就愈切了啊，愈恳切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断卧修善是越来越顺利，效验呢越来越显著啊，他每一天这个修持还是用功课歌记在功课歌里面。如某不能书，这是他的太太啊，太太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做一件好事他就用鹅毛管蘸着朱砂，朱砂是红色的啊，在这个日历上啊印一个圈啊，这一天做了一桩好事，用这个方法来记。下面呢再举例，或施舍贫人，这好事情，看到贫苦的人自己布施一点饮食给他们，或买命放生啊，
这个放生是机缘，不要特意去买。每天到市场去买菜，看到很活泼的这些动物，买了之后它确实可以能活得下去，你就买。如果看它这个样子埋下去放生它也不能活，那你就不必买了。所以每一天呢都遇到的时候就随便买一点，买了之后就放生。像这样的好事是一日有多至十余全真，可见的他做得很勤，很认真在做啊。至癸未八月，癸未年，了凡先生49岁，于前面这个根生法院呢，到癸未4年，前面3000桩善事10年完成，第二次法院做3000桩善事4年就完成，可见的是越做越顺利呀。那么佛情性空悲，就家庭回向，他做得很如法，也很认真，按照规矩去做，这个3000善事做好了，请法师这一次在家里面回向，诵经回向。9月13日，这是同年，9月13日。复起求众敬寺院，他的口味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希望众敬寺。敬寺在古时候学位里面最高的，虚心善事10000条丙申登第，丙申这又过了4年，许这个愿之后，4年之后果然登第了。考中进士了。这一年了凡先生52岁。受保底之心。中了进士之后，这个朝廷就是分发他到保底县的去当知县，他在保底这个任职的期间呢，有7年，就是1586年到1592年，这个7年呢，他做保底知县。那么上任之后，他说。余置空阁一侧，名置心品，晨起坐堂，家人系缚门仪，置案上，所行善恶心系笔记，晚则设桌于庭，效照月道分享高低。了凡先生做得确实不错，很认真，很如法，做了知县之后，他就准备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是空格的，题名叫《治心篇》，对治心里头的恶念呐。每一天早晨起来坐堂，这个坐堂就是现在讲的上班。办公的时候，那么他的随从就把这个本子带去交给这个办公室里的人员，伺候他的这些人，把他放在办公桌上，他每一天所做的善恶全部都记下来，晚上呢在庭院里面设一个案桌，仿效照月道，
赵岳道是宋朝时候人。宋仁宗的时候他做御史。为人公正无私。所以当时称他做帖面御史。他每一天晚上都在庭院当中摆香案，向上帝祈祷，把自己一天所做的善恶都写成书文的，好像报告上帝一样。由此可知这个人的大公无私，绝不隐晦自己的过失，也用这个方法了断恶修善的，天天如此，这个很难得。换一句话说，如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敢向上天说的事情，他决定不敢做，不但不敢做，念头都不可以生的。因此他到晚年这个断恶修善的效果越来越殊胜。他乳母见素心不多，这贫粗曰：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三千之粟得完。他说今许一万，崖中无事可行，何时得圆满乎？这是讲天启的母亲啊，这就是他太太。看到在这个县衙里面，县衙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县政府在县政府里面没有什么善事可做从前在家里面常常跟街坊邻里走动做善事容易，现在做了官了这个是知县的夫人，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人接待，换一句话说没有机会给你做善事了。于是他很忧愁很忧虑你现在许做一万桩善事，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得完这是提醒了了凡先生了凡先生听了这个话也很懊恼那他有感应，他说夜间呢偶梦也神人，余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兼良一劫，万恨俱完矣这是感应，心真诚就有感应。他晚上睡觉梦到一个神人梦到一个天神他就向天神说我许做一万桩善事恐怕很难满愿的。这个神人告诉他，你的善愿已经圆满了，就是兼良这一桩事情万恨俱完了，你就圆满了天神提醒他确实有这桩事情他下面说了，盖宝底之田，这就是田租每一亩是两分二厘巧，他觉得这个田赋太重了，他做了县长之后把这个田赋减轻，余为驱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唯有此事，确实有这桩事情这他做县长时候做过这桩事情梦中天神知道了，心颇惊疑这个事情天神怎么会晓得告诉他，就这桩事情你一万桩善事已经圆满了。是幻语禅师自五台来五台山的幻语禅师
这他们相识多年，到宝坻，跟他见了面，他就把梦中的事情呢，向幻宇禅师请教，并且问天神讲的话可不可以相信。四曰：善行真切，积义行可当万善。这是依据经典理论来说的。为什么呢？善行真切，真心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今天讲做3000桩善事，10000桩善事，100000桩善事，都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的境界。你还是有范围的。如果是真心去做呢，真心没有界限，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极小的善呢，也变虚空法界。很少人懂这个道理，所以菩萨极微细的善，那个小善它能变得无量无边，变成大善。世间人往往，你像了凡先生这许10000桩善事做得那么辛苦，小善为什么呢？你没有脱离妄想分别执着。换一句话说，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行的善有量啊，有限量啊。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他修的善呢，极小的善都没有限量，变成无量无边了。所以说一心可当万善了，这是对他讲的。其实一心是无量无边的大善，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拓开心量非常重要。我们在世间做的这个善事大小与自己心量有关系，心量越大，小行变成大善，心量要非常下小，这个大行呢都变成小善，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这些两句从理上讲，然后从事上说，宽贺心兼良，万民受福啊！你这不是一善，万善就圆满了吗？你能够减收田赋，你这一县的人，农民都受惠了。你这一县呢，不止10000个农夫啊！何况农夫他还有家口啊，他家里头还有父母、妻子、儿女啊，通通都受惠了。你这一桩事情是功门好修福啊。从前的人为什么要祈求科第？为什么要希望去做官？做官容易修善。你像平民要想修10000桩好善事，多么艰难。你这个县长，这就是一桩事情，你这个万善就圆满了。公门好修善啊，那翻过来呢，你要作恶也容易啊。如果你嫌好这个田租太少了，我还要加重一点，多收一点税，好了，那你这一念呢，就造成了万恶啊。那道理在此地啊。善恶就在这一念之间，在古时候，只有做官的人有这个地位，有这个权势，他容易为恶为善呢，都方便，都容易啊。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啊，现在这个时代修大善，造大恶，
在许许多多行业里头啊，都能做得到。啊，而最容易做到的，无过于现在所讲的娱乐界、影剧界、啊，传播公司，这个权操作的这个权超过帝王，啊，超过国家的领袖。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卫星传播、网络传播，如果我们传播是正面的、善行的，能够启发众生、广大的群众，让他能够觉悟，让他能够知道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这一个小时的播出超过袁了凡先生的万善呐！如果我们播映的这个节目是负面的，教导人杀盗淫妄，那你这一个小时的罪过啊，就是阿鼻地狱啊！由此可知，现在的人不必去求功名，不必要去做大官掌大权，不必。哪一个行业里面断恶修善都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这是我们要懂得。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方便。但是这个方便有正面有负面，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吉凶祸福啊，确实是在我们一念之间。那么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了，了凡先生也非常高兴。吾皆捐奉也，捐他的这个薪俸啊，前期就五台山斋僧一万呢。而回向之，这个斋僧就是请出家人吃饭，供斋，这是好事情，请一万个出家人，来接受他的供养，以这个福来做回向。他是孔公。算于53岁有厄。孔先生给他算命呢，他的寿命直到53岁。53岁这一年呢，他要死了。欲未尝其寿啊。他并没有特别的求寿命，求长寿。他没求。四岁竟无养。今六十九矣呀！53岁这一年，他平平安安的度过，他没有求寿。那么今年他已经69，这个时候已经从保底知县呢退休了，退下来了。那么从这一句呢，我们就懂得这个四篇文章是69岁时候写的，教导他的儿子天启。数月，天难胜，命迷长，又曰唯命不于常，皆非狂语。这引用书经里面说，天道难信呐。为什么呢？以其命之不长，也就是说，
这个定数是会变的，不是恒常的，又说唯命不于常，天命无常，修德为要啊，这些话都是真实话，决定不是妄语，决定不是妄语。五，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那圣贤之也。若为祸福为天所命啊，那是世俗之论。他对于这个道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于是要接受圣人的教诲。自己要知道改造命运，要知道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人是英雄豪杰，决定不能跟一般凡人一样啊！一生听命运的主宰，那就大错特错了，尤其不能造作罪业，造作罪业，损自己的福，折自己的寿，这个是愚痴到基础啊！纵然你是大富大贵，你的富贵可以久享啊，因为你造作不善，你的福折了，寿也折了。这个是世界很愚痴的人啊！因此，人不能不受教育，尤其不能不受圣贤的教育。唯有受正圣贤教育啊，才能够明理，才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境界。好，今天就讲到此地。